好，咁我一路講嘢，你一路教啦，因為都差唔多。好啦，咁啊，歡迎大家嚟到小喬與你喺現場有個約會啦。咁啊，再上一次咧見大家咧就係、是、個一個月多啲嘅時間啦。但係咧，我哋有一啲咧好重要嘅人咧係啊好耐冇見啦。咁啊，當然包括喺個去嘅張生張太啦。咁我哋好耐真係好耐冇見啦。咁啊，我哋頭先喺度傾偈嘅時候咧，已經有差三年嘅時間咧冇見到面。咁啊，今次可以見到一啲好令我覺得surprise 嘅你哋咧，我覺得很好開心嘅。咁啊，當然有一啲我哋經常見到嘅啦。咁啊，為防咧大家咧會被遮住，我都會多啲走嚟走去嘅。咁啊，亦都希望可以多啲同大家互動啦。咁啊，係啦，希望可以同大家多啲互動。大家咧，如果要拍攝嘅話咧，記得咧，如果我走動嘅話，可能大家都要走一走啲位置，可能要跟住錄，如果唔係，我驚發生碰撞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、是、都係嗰句啦，就唔直播啦，咁樣係啦。咁啊我知道今日咧就我水樽咁遠嘅。我知道咧今日咧喺農場道咧度塞車，有冇邊一個人咧喺農場道塞車塞過嚟㗎？舉手嚟睇下先。有冇啊？咦，得個國英啫喎，其他人都唔係經農場道嚟㗎係嘛？我搭地鐵應該。Hello， 咁啊好彩啦！我頭先咧就車坐我哋 B 巴車咧都要兜路啊，如果唔係咧就有排塞。咁啊以下落嚟咧就飲啖水，跟住就開始唱歌俾大家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存在的未来，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为忘记拥Thank you.
多謝所以大家首痴情意外啊！咁啊先太開心啦！咁啊見到嗰邊咁多朋友仔，所以咧一時間咧就諗唔起呢個歌詞啊！咁啊啱啱送俾大家一首咧係非常之經典嘅痴情意外。我覺得音樂都係非常之咁啊，接下來咧送一首非常之舒服嘅歌俾大家。咁啊，呢首係我自己咧好喜歡嘅歌嚟。昨晚咧我排呢個歌單咧，都排到凌晨3:50，我先排完今日嘅歌單。喂，真係有人作證嘅。咁我俾你先啊。未到。我又想將大家的歌咧係好啱氣氛啦，好適合你哋成晚都冇伴唱咁樣安排落去啦。咁但係咧歌曲又有好多唔同類型啊，你唔可以話將好唔夾嘅歌擺埋一齊咁樣噶嘛，因為你聽落去咧啲嘢係有個感覺噶嘛。咁啊，所以咧我為咗排今晚呢20多首歌呢度咧，所以咧搞到我咧腦汁都～少咗好多滴啊！咁啊，希望最主要咧，最重要咧，都希望大家喜歡啦，滿意啦。咁啊，今日咧都有幾首新歌送俾大家，不過唔係呢一刻。我諗住咧唱埋我以下呢首歌咧，大家係可以食啲嘢嘅，咁咪肚餓啦，大家係嘛係嘛？阿媽，係咪我可以叫上菜？哦 ，OK， 好啊，唔該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咁我唱呢首歌咧，我可以成首歌都喺个后边嗰度唱。大家有冇觉得我瘦咗啊？靓咗。冇都要讲有啦，系嘛？喺呢个咁嘅场合，你试下喺度录音听到有嘅，我肯定揾翻你把声系边个。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你把声。肯定收到音啦，我翻去揾翻邊個答案有啊？問多次，我有冇收到啊？係嘛？邊個答敢答冇咧？我揾翻你哋把聲出。啊！好努力做運動㗎，真係㗎，唔係講笑啦。好啦，送一首好舒服嘅歌俾大家先。偶遇啊！想唔想你哋啊，听完呢首歌咧，大家亦都好舒服咁样，可以一齐倾下偈，食下嘢。You see me.
隔空支持我啊！咁希望下一次可以嚟嗰度啦，因為我知咧 Raymond 係報咗名嘅，係啦，即係大家係直播間見到嘅嚟噶嘛。咁啊希望下次可以見到真人啦。咁啊以下落嚟咧，唱呢首歌俾大家。多謝我講之前咧，好難嘅嘛，我講嘅。多謝我講，好難。
因為 Samson 咧都係我喺直播間度提過，想我再唱呢首歌。咁我一吞再吞再吞，咁我吞到嚟今日現場咧，終於就唱到俾大家聽啦。咁啊，一首我自己都好喜歡，亦都好深情嘅歌。假如真的有個約會啊！